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Bingo。今天2月21号下午3点的时候，奇怪，怎么会收到一个这个东西？我最近也只有在爱赫买维他命啊。再来就是上次有出国旅游吧，就收到一个蓝色的包包，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。你猜也是诈骗集团没？这样打开会不会被？等一下要付钱啊？来管他的，不过包的还蛮扎实的，哦，粘得很扎实，我不想把这个里面的东西弄破掉。送这个是什么东西？这个是富邦银行，哦，富邦银行旅游的满额礼啦，哦，因为我上上个月。有去十二去2016年12月的时候有去菲律宾的长滩岛，哦，送这个是焖烧虎诶，这个是什么阿瓦纳的焖烧虎，看起来还不错，而且是304的。焖烧虎就是可以把东西大概煮到半熟，然后剩下的就是把热水啊丢下去啊的东西就可以焖到熟哦，就不用再另外再多煮。哦，这次满额礼送这个，很有质感哦。这次满额礼送这个好像真的还不错。要怎么开？我要打开看一下。哦，这颜色基本上就已经很漂亮。然后还有送，这是虾米蛙哥这个，叮叮叮叮，这个是汤匙，折叠汤匙。哦，还可以，原来汤匙还可以这样搞啊，可以变这么小个。哦，这个是304食品级的，这边有写食品级的，就可以直接放在这上面呢。哦，这样子，如果要喝汤要干什么，就不用另外再找。哦，可以直接收纳在这上面。这样子做隐藏式的，哦，就坐在上面。那把里面打开来看看。哦耶！啊，有时候人真的是就是赚钱，就是要偶尔对自己好一点，哦，那再善用一些理财，即使都已经是要付的钱了，那再参加一些像信用卡办的活动啊，或是旅行社的活动啊，还是蛮不错的。哦，这个是全，哇，这整个全部都是不锈钢的，哦，而且还可以。当你那个8%，98%的热水，98度的热水，放到这里面12个小时，还可以保温有5到54度哦，6个小时还可以70度。哦，这有简单的几个那个小菜单，教人怎么使用，就这样一张。哇，里面是真空的，里面是真空的盒子。外表是那个香精冰的香槟金的颜色，所以还蛮有质感的。哦，那这个以后如果出去外面啊，要带一些热茶还是热汤，哦，用这个东西就很方便啊。哦，这个蛮意外收到的满额礼，这种意外的小惊喜哦。比有时候比自己花钱买拿到的时候，有时候比自己花钱拿到的时候还要爽，哦，所以下次大家如果说有要出去玩啊，或是有一笔固定的开销要去消费的时候，不妨可以参考你手中几家银行或信用卡，它上面不时的都会推荐一些活动。那我要出去的时候就刚好有看到那个活动，顺便就点一下，就是用那个信用卡来支付。不过要自己小心哦，就是不要做超额的一个使用。那你看呢，像这一个焖烧壶，在外面买，哇，这个质感的，在外面买最少要800、1000块吧。那我们就可以免费得到这个焖烧壶啦。哦，这是日本的魔法焖烧壶。哦，刚刚快递还说什么，要寄。怎么会有我的包裹？我还想说奇怪，最近我都买维他命了，怎么会有这个？不过不管了，免钱的东西哈都特别好用，还蛮喜欢的。
耶、那今天的这个突然下午惊喜开箱、就跟大家介绍到这里咯、拜拜。欸，还真的蛮不错的耶，耶、勉强的耶、